我不会跟你结婚的。你是疯了吗你？我告诉你，刚才陈曼青来过了。高凌波，你以前做过的所有的事情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我全都知道了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做过什么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他自己不怕出丑，我怕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佳音，那都是以前的事情。我承认我是和他有过暧昧，但是之后我认识你之后，我就没跟他联系过，都是他自己守寡守不住，和我没关系。他并没有告诉我你们俩的事情，你怎么连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啊？佳音，听我说，陈曼青之所以这么说，就是因为想不让你们俩结婚。你不要中了他的计，好不好？佳音，对不起，你别碰我。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你让我觉得恶心。佳音，佳音。你要去哪儿？我不想看到你，你出去。你干什么？高凌波，高凌波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把门锁起来了？高凌波，你开门呐！你开门，开门呐！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！
回事吧？止血，你会死的。啊！舒涵，娘，高立博是我杀的。不，高立博是因为想置你于死地，是我冲上去把他给杀了。人是我杀的，不是你。娘，你听我说，你听着，人是我杀的，我杀的。舒涵，我不是你胡说，高立博是我杀的。难道你是想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娘，你记住，人是我杀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杀人是死罪，致命一下是我打的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要去自首。不行，不行！舒涵，舒涵，听娘说，这一切都是娘的错。都是娘糊涂，把高立波这个混蛋给引进门。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我，他连累了你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唐家。你就让我去顶下这个罪，算是给娘一个赎罪的机会，好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不行也得行。舒涵，你现在是唐家唯一的男丁了，你还这么年轻，还有大好的前程，还有素云、婷婷、宝弟要依靠你，你绝对不能有事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。那也不行，舒涵，舒涵，娘给你跪下了，娘，娘求你了，你从小到大都不听娘的话，可是这一次我求你，你就让娘去顶罪吧。娘，舒涵，不行，舒涵，娘，儿子求你了。不，儿子不能这么做。不，我是舒涵，不能这样帮儿子，不能这样。你就让我去吧，你就让我去吧。娘，娘对不起，娘对不起。
舒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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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舒涵。苦把你拉扯大的，这一回娘能够带你去死，娘真的很高兴，也算是给你第二次生命。别记恨娘，只要每逢我的忌日，你能够来我的坟前跟我说说话聊聊天，我就一愿足矣了。老弟，妈妈想死你了。我也想你。小姐，怎么这么快就来接我们了？昨晚我做了一个梦，
梦到我们家宝弟生病了，担心他，所以就来接他了。小姐，你真是多虑了，宝弟在乡下可好呢。妈妈，我还没玩够呢，我不想回去。宝弟乖，回去妈妈给你买许多玩具，然后陪你玩好不好？好。舒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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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有没有打斗的痕迹？舒涵该不会出什么事，被人抓走了吧？哎呀，老天爷，老天爷，我求求你，保佑我的舒涵平平安安的，平安无事啊！我一定要像往常一样，不要露出破绽，才能保护我的舒涵。少爷追到南京去还没回来呢，他们来了就赶人，我争辩两句，他们拿出房契，我一看，真的是我们唐府的宅子，真的是我们唐府的房契。是啊，这家里没人还了得了，我看看去。嘿，这房子还挺宽敞的啊。哎呀，东西都不错，都是好东西啊。搬的时候小心点啊！啊，别打了！啊，报告！啊，谁也不许动！停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就是他们！你是谁？你凭什么动我们唐家的东西啊？啊？你们是谁啊？我就是唐家的二少奶奶。哦，我告诉你，这宅子已经卖给我们六福钱庄了。啊？连同屋里全部的东西，都归我们所有了。我只有字据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们看仔细了。春花，你，这里面几个字我刚好不认识。来来来来，拿过来拿过来，我来念给你们听。哎，停停停停停停！你别念了，我又不识字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就告诉你，现在我婆婆不在，你们谁都别想碰我们家的东西，就是一个碟子都不能碰，知道吗？你动了，我今天就跟你们拼命！就是啊，你知不知道，这唐府可是前朝的铁帽子亲王府啊，这犄角旮旯里都藏着宝贝的，就连你的鸟壶它也很值钱的，哪容得下你这么随随便便的？破烂给搬走啊！我告诉你，休想！就是，休想！我看你们是穷疯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唐府就剩茅坑还没逃，所有的地方我都看了个遍啊。就算是茅坑里的石头，你都不能碰。你要是碰了，我就跟你拼命！你听明白了没有啊？这地滑机也一块搬走啊！别动！谁啊？没有啊。啊？嗯，老静静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外郎来电话，说一星期都没看见舒涵，不知道他出什么事儿了。这就奇怪了，舒涵他不是赶到南京上班去了吗？你说他会不会是跟谢佳音在一块儿？这都哪快活去了？乌鸦嘴！不跟你们废话了，糊里糊涂说什么呢？赶紧搬，赶紧搬！谁敢动？哎，住手！快点！哎，能搬开？不许搬！能搬？不能搬！能搬吗？不许搬！放手！放手！手！住手！娘，放下！谁敢搬？想搬就搬！放下！娘，走开！娘，你快回来了！
你是谁？凭什么搬我们家东西？他就是那个什么来着？六福钱庄。对，六福钱庄。哎，对，六福钱庄。了不起吧你？哎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宅子呢，已经是卖给我们了。卖给你们？是啊。做你的梦，不可能。我有房契。房契？看仔细了，看看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娘。这房契，这房契，这是房契。对，没错啊。真的？这房契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是谁卖给你的？南京的一位姓高的先生。伙计们，赶紧抓紧时间搬啊！搬完走人了。娘，不能搬！不许搬！不许说清楚！不能搬！不能搬！慢点！不许搬！不许搬！不许搬！夫人，夫人！哎呀，娘！娘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样？娘，哎呀，还没醒。醒了，哎呀，娘，你醒了，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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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娘，你小心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慢点啊。娘，要不这段时间您就凑合着，跟我在这儿住吧。我还想问您呢，为什么母堂家的老宅又被人卖了呀？陈兄，去外面给我烧点水。啊，娘，这有水呢。哎呀，我叫他去就去。哦，哎，我去。哎，我的房契，我的房契，房契怎么了？在南京被偷了。偷了？想不到我陈满清也有这么一天，老宅唐家果然败在我手里了。娘，娘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呐。娘，您别伤心啊，那是哪个该死的小偷偷了我们家房契，这也不能怪您啊，不是小偷偷了吗？我们去报官让巡捕抓他不就完了吗？抓到就好了，您急也没有用啊。好了，你是不是嫌我心不够烦呢？还要在我旁边嘀嘀咕咕唠唠叨叨，你烦不烦呢？我没嘀咕，我就是想安慰您一下。您去南京有没有跟舒涵联系上啊？嗯，舒涵走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了，他跟谢佳音啊没结成亲，谢佳音后悔了，抱着我的宝弟就跑了，是有这么回事吧？我正想要跟你说这件事呢。嗯，这谢佳音一声不响就带着我的孙子跑了。我这是给你要人去的。人呢？宝弟回来了。哎呀，谁知道宝弟呀，这宝弟不又犯病了吗？啊，这心脏病啊一犯起来很吓人的，南京的医生都说束手无策了，所以他们就只好去香港找那些洋人去医了。去香港？哎，那舒涵知道了吗？哎呀，你动动你的脑子。我能让谢佳音就这样带着我的孙子一个人漂洋过海吗？我当然得让舒涵跟着他去了。哎呀，哦，他们俩一起去了香港啊。嗯，这舒涵也是，也不跟我说一声。难怪人家画廊昨天来电话说一个星期都没见到他人影，画廊说了要再见不到他人影画展就取消了。去香港也不跟我说一声，逃命都来不及，还开什么画展呢？没什么。对，我想去方便一下。哎，我陪您去。不，不用，就这点事儿，我自己去好了。你啊，这不是您那个小洋楼，这屋子里没有马桶间的，马桶间在外面隔好几条街呢，公用的。
我怕您去了吓到，我陪您去吧啊，走。我不去。啊？谁呀这？还不行啊？哎，我说这小子咋还不醒？苏老大，咱不能老养着他，光帮他买止血药，钱都花得差不多了。咱这是救命，要是看中钱，大家又何必窝在这里呢？都去扛砖挑粪也能挣几个钱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苏老大，我是担心啊，万一他要是哪家的公子，警察再找上咱们，还说咱们是绑架他呢，哎，对对对，那可就不好玩了。哎，老大，他要醒了。哎，你醒了，先请啊。喂，我们老大跟你说话呢，你跌进山谷，可是我们老大把你给背回来的，又给你擦药，又给你吃饭，喂，叫你呢。兄弟，你叫什么？住哪里啊？我好帮你送回府里。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那你要先告诉我你住在哪。我要吃饭。看这一副斯文样，原来是个傻子。哎呀，苏老大，怎么办呀？啊，等他想起来住在哪儿再说吧。哎，不不不，他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怎么找啊？呆头呆脑，叫他阿呆怎么样？阿呆，好名字，将来一定有出息。哎，就叫阿呆了啊。阿呆，阿呆，好好好，阿呆。弃尸被发现的新闻，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吗？舒涵，你不管人在哪儿，都该给我个信儿啊！我真的很担心你。舒涵，舒涵，你不要死，你千万不能死啊！你不能够丢下娘，你不能够。曼青。还有脸来骗了我的身子，骗了我的感情，骗了我的钱财，你怎么还会站在我面前？南青，好冒汗啊。嗯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要掐死你。你干什么？我要掐死你。南京的一位姓高的先生，是高立博偷了我的房契，卖了我的宅子。难道他没有死，还是在他死之前卖了我的宅子呢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呢？不会的，不可能的，怎么会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哎呦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是，你睡吧，睡吧。舒涵呢？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菩萨，您的眼睛是最明亮的。那个高立波害了我一次又一次，他早就该下十八层地狱了。希望他确实已经死了，否则他还要继续祸害我，祸害我们唐家。菩萨，满清已经受到报应了，树位没了，房子没了，钱也没了，我就只剩下舒涵了。求求您，看在我抚养了他20多年的份上，
别让他出事。舒涵是我的命根子，没有他，我宁可去死。你一定要保佑他平平安安。夫人，你找我啊？陈秀，你跟我多久了？夫人，已经二十多年了。二十多年了。二十多年了。想当初你刚来跟我的时候，唐家是何等的显赫，没想到今天唐家却沦落到这个地步。我现在已搬进弄堂了。说实话，确实用不上你了。啊，夫人，这里有些钱，你拿着，你回乡下做点小买卖也好，嫁人也好，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。夫人，夫人，您一定要多保重。这么多天了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舒涵到底把高立博的尸体藏到哪儿去了？他这样老躲着也不是办法。哎，出三竿了还不让出声，哼，办不到。哎呀，吵死人了。我求求你，住在我们这个破落的地方还摆什么谱啊？这天天差你去买那个报纸，他都不知道这一份报纸要多少钱呢。哎呀，那我乐意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你们是中邪了还是发疯了啊？一大清早又吼又叫，还让不让人睡觉？哎呦，别生气，唐夫人呐，你都不看看现在是几点了，还大清早呢，都快日上三竿了。哎呀，离我远一点，不要跟你讲话。走走走走走走走就走，走就走。哎，咱们几个人呢，就属你有学问。哎，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知道不知道？你个头啊，我懒得理你们。苏云，我的报纸呢？哦，哼，真是的。娘，买好了。你住在什么破地方？这一个个都吵死人了。跟他们住在一起，我的命啊都短几年呢。他说谁吵人？
算是又多过了一天呐。舒涵也不知躲在哪儿了，他应该也是每天看报纸吧。哎，这颗心老悬着，真是煎熬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我婆婆是什么人呐？她是前清的福晋啊，现在跟我住在这个弄堂里，反正已经够为难她了，你就不要再挑她的刺儿了，行不行？她是长辈，你明白吗？我说你就别心疼她了，她呀亏的是有你这么一个不收工钱的好媳妇伺候着，这茶来张口，饭来伸手，我看她呀都能多活上个好几年呢。你说够了吗？在我背后乱嚼舌根子，破坏我跟素云的感情，是不是？你休想！我们好着呢，啊！你们俩感情好，那可太好了呀。那你也别老干闲着不干活呀，你也替素云卖包子去啊！哎，你，我去就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，那好啊！哎，素云啊，今儿个我家里正好有事儿，我就歇一天了啊，让你婆婆帮你打下手。你捣什么乱呢？再见你！哎，你。他跟您开玩笑的，别理他啊。什么？他开玩笑，我可是认真的。我去就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还能让他看扁？哼，我就去。啊，爷，吃包子，来你们热腾腾的包子。几位爷，里面请啊，慢慢吃啊。吃包子，你想吃点什么？三个菜肉包子。好的，包子，你先去招呼，马上好，马上好啊！来了，先喝点茶水啊。包子马上就来。哎，老板，我的包子呢？快点啊！老板娘，叫你呢，我的包子。你叫我？对啊。我不是老板娘。不是老板娘也得给我包子啊！哎，您别急，别急，马上来啊，马上来。来吃包子了，吃包子，吃包子。没事，我来。你们还想不想做生意了？不用啊，没规矩，没教养。吃包子了。他是新来的，三个包子，三个铜板。吃个包子有什么了不起？大呼小叫。哎，没想到我陈曼青竟落到这步田地，以为在这个包子铺里当个小老板，也该有点排场吧。没想到，还要干这种吃苦受累的体力活。娘，我们现在这个包子铺比原来的包子摊儿排场可大多了，您是不是累了？要不您先歇一会儿，我来。我不歇了。哎，包子。哦，哎，来了。那您受累了啊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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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我好不容易从上海一路乞讨到南京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找到佳音。我想，我还是去佳音原来住的地方，再去看看。欢迎再次光临。哎，你看什么看呢？啊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舒涵，舒涵，你去哪儿？你别走啊！舒涵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们一直在找你，你知道吗？找我？不会吧，你不认识我啊？认错人了。吃饭，好，小姐，请。
请我吃饭。好。